空中出现好几道闪电，暴雨来得又急又猛，根本超出排水系统负荷，骑楼淹大水，马路变成了河道，惨况仿佛像是台风天，大雨不止淹马路，水还灌进民众家里。凌晨三点多，新竹县湖口大雨狂灌，就怕造成危险，消防人员紧急出动协助撤离民众。一整夜雨下不停，雨水来不及宣泄，路上都是这样的景象。一早走出家门，新竹西滨路满满都是积水，整个村里已经几乎都泡在水里。这边小心了，这边很危险，小心。屋内积水几乎淹到小腿肚，不止椅子要拿木板垫高应急，就连卧室的床都要泡汤，相当危险。听长辈讲是水路的问题啦，就是我们原本排水的水路，别的那个社区排到我们这边，塞造成阻塞出不去。对。你们规个你无法规片，这样大家在寝都无空啊，用十米规米无人困，干那七家，规间都嘛一泡泡。担心到整夜没睡，忙着拖地，穿上雨鞋和雨衣清理积水，沙发整组坏掉。不止新竹县，新竹市也有淹水灾情。萧山高中因为附近道路积水严重，也紧急停课一天。一场大雨灾情频传，但还不能松懈，因为封面还没远离，尤其低洼地区要特别注意。镜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